哎哎，这人没我快，不是怎么上车了？完了，躲一下！我靠，你别撞了呀，哥！坏了，他没有撞我的想法了，他要去房区拿枪。哇，这种感觉真的好窒息，因为我现在在帮别人，我真的好怕他一觉醒来天塌了。我已经到房区了，他总不能还敢追过来吧？坏了，碰到了一个不要命的，二楼还没有刷枪。哎呦，他好像也是手枪，不用那么怕他，直接下去找他打。往左我拉，然后迅速拉回，骗他一波枪。我该怎么办？这可是42分啊，几局才能补回来？本来想帮一下小忙的，没帮成不说，好像还给他的9000淘汰分给掉了。我愣了好久，而不是想摆烂，我在想，我现在真的有那么菜了吗？我不相信，这一把我要证明给自己看。落地快速捡枪，看一下天上有没有鸟可以打。好小子，敢路我附近是吧？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哼，就这点实力还敢跟我贴脸？你不露是吧？那好，我来找你。哎呦，搞偷袭，不痛不痒的。不急，就这种选手，多跟他拉扯一会儿，他一会儿枪都会拿不稳。哎呦，门给打坏了，拉回去打他一波，然后再缩回来。哎，不是，老实了，老实了，老实了，对不起嘛，整那么凶干嘛呀？我靠，我怎么你了？二名落点车库，单排一个小野区就足以抽出基础装备了，主要的是必须有载具。这里你们注意看了，落野区没空车，那他的意思肯定差点儿。让我看到他直发毛，顶过来没有脚步，他肯定已藏好。大大的房子无安全，唯有小房间是他的首选。那他手拿无声雷，掌控好秒数，他马上去世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，我也想打出你。我有这么好的点位，你还指望我出去和你拼？不容易，生育元素都减半了，才拿到了本场第二个淘汰。想把掉的分补回来，这把必须要多杀一点，可以让我后面压力少一点。这样就算他醒了，也不会感觉到天塌吧？好一个淘汰王，全补是吧？哎呦，发现了一坨大象，他没得跑了。三枪，我靠，在哪儿呢？别！利用大象挡一下他的视野，跑肯定是跑不掉了，直接贴过来。他的血量也不健康的，不用那么怕他。他应该在打药了，我没打。要打好捏雷，这个时候就拼谁捏投入的速度快了。哎，不是你，不怕，他应该打不到我们，快打药。哎，突然感觉在巷上好有安全感呀，好像离得近，他从下面往上面打不好打，那咱不妨试一试。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，这也太无敌了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这谁受得了？谁受得了？用他抢光头真的超有安全感，就算有车要顶过来，我们都不需要下去的。他要是敢直接顶过来，那他就要面临比你高打低了。他很无助，但他也没有办法。漂亮，有把游击可以拿上，但是绝爱圈就要给他换掉了。他可以躲一方的枪线，如果多方来打的话很难受。哎呦，有人抢老八的厕所，再利用这马的优势无声无息的贴过来，再给他扑一个火。如果他不第一时间躲开，那他将面临双重残害。就算他有再好的装备，他也是一样白给。正前方有一个，我们提前切位。嗯，你瞧，这不是让我们捡到漏了？两枪就掉，目前已经拿了7个淘汰，场上还有9名敌人，不多要。这一把只要让我拿10个淘汰，我都满足了。哼，这不是来了？杀我呀！啊！别杀我！哎呀，你是谁呀？能不能不要杀我？你这啊，我停下来只是为了打右边山顶这个。给我一下！你在打谁呀？能别杀我吗？这个骑马的谁？你别杀我呗，可以吗？没别的意思啊，兄弟们，这种咱老爷们是真下不去手。这大仓那边有一个，找我位置下马。喂喂，老王是你吗？老王？不是，别打呗，别打呗。打！公平游戏，游戏公平，禁止组队，不可不打。他就在脸上，没法直接冲进去，我们掐一颗雷，看他是往后退还是怎么样。往后跑了，我们再重新掐一下这个雷。
第一颗雷炸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他以为我们手里边没有雷了，又跑了回来。失误了，雷出手瞬间再掐一颗，雷丢左手，掏枪从右手上，哇，有点实力啊，这兄弟，这都差点被他反杀了。我在想，如果这一波没有打过的话，他会做成什么样的动作呢？不会吧？怎么回忆起淘汰播报那个画面了呢？这一波有一个小细节，仔细看，仔细听，很明显，起码过去那个在扫烟雾里面的人，那烟雾里这个人状态肯定不好，我们可以趁机再消耗一波。太猛了！哎呀，这局云包我最喜欢啊、哦！方向对准，我们切位直接杀。啊，不是，咋都这么不禁打呀？听枪声，最后一个就在防区了，而且他也不在圈，我们是平等的。这边刚动马要进圈，就发现他过来卡我们了，但是马已经出了烟雾，只能切位拼一下谁的枪更准了。你就是我的至尊宝。哇，拿下拿下，12杀吃鸡加了20分，补了一半，但还好淘汰分回到了9000。